那你压到后面的蛋，对，确实不舒服。旁边有这个拉的。
所以呢，就把他带在了身边。以后不管在哪里，在打仗过程当中，他一直就把这回来带着。这边是先能动哎，往回走，最好的往回走。来，我亲一下，阿哥，你的大兄弟，那一道不行，那种姿势的，你懂？哎，我俩是挺道道的三人，是吧？快点，靠近一点。
天别让我懒起。住到这边，我现在要回家了，在山顶上。这倒是应该做少华大将的地方，哈哈。他呢是在这儿修建了两个还是五口的，这儿呢这个牌坊上面写着湖光村社，下边呢做两个湖光和下面做两个村社，求神回神的。那我们来搬个地方，然后就到这个地方。再往里面走两步。这个是这边庐山最高的峰，1400多公尺。转过来这边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鄱阳湖。是五老峰，像那个人头，他们就是像那个毛泽东的人头。现在我们坐缆车要去看那个Waterfall。里面两老，个坑跟阿婆。远山看过去像一个人头，有人说像毛泽东，这个叫做五老峰。咋没有买车？你坐在这，你快点。啊，你不是要演的吗？我们刚刚出了这个索道了，我们这边留多久啊？导游没过来。OK， 这个叫做彩虹飞泉。
看见咱新疆的设备。这里有对活多，人人就装一次呀，人 more stable 啊，我弄 stable。我们在这边吃午餐。感谢慢点啊慢点啊拉开拉开拉开好谢谢上去拍拍照吧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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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红了不在都不拍了啊！哎，还在拍，照拍干净。拍了，拍了。多少钱？你这是在拍了啊？好漂亮啊这样就慢慢转到那边去拍照片往事不堪回首我们照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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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吸道你悄悄远去只是你不讯息总有千般思念